是传闻中那个抢着自杀、唯一一位报名参加地上最强格斗大赛的男性吗？要长途跋涉到我们这个村庄一定很辛苦吧？欢迎客官来到小女子的店呢、啊，如有招待不周，还请多多包涵呐、啊。来来来，见公子你骨骼惊奇，胃容量一定很给力，请坐下吧。本客栈必定端出上等佳肴，让我大赚一，让客官大饱一顿的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你就是这个地方最强的格斗家队吗？我是来挑战你的。哎呀，客官，你难道想跟小女子在这里决斗？有问题吗？哎呀哎呀，当然没有问题。来人呐，给老娘大肆宣扬这一次的比武！两位也准备好了吧？那么，本席在此宣布，地上最强格斗大会第二回合现在开！裁判大人也请等等。嗯，就这样开始也太没趣了，咱们不妨再增加一些赌注。什么赌注？那就是这场战斗要是客官你打输了的话，你要成为小女子饭店里的下人。作为下人就要每天听小女子的命令，开店摆盘打扫洗碗折被单。当然要是反过来是我输的话，小女子就成为你的妾室。客官你意下如何呀？哼，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输的可能性吗？好吧，没问题，我接受你的挑衅。客官大人真是爽快呢，咱们一言为定。这傻逼你咋怀了？等着瞧吧，老娘一定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欢迎光临。Ready?小女子这么多下，这几下就当是奖励客官替敝店招来了这么多客人吧。可惜的是，你们这般男儿身毕竟都只是战武装，你出尽全力的攻击似乎对小女子完全没效果呢。不，你已经中招了。客官所指的是那招臭名远播，破坏女性衣服，让她们战斗力下降的猥琐绝招吗？嗯，那一招，小女子已经在互联网上看过了。哎呀哎呀，毕竟在互联网上什么都可以看到呢。在深山居住的客官，啊，真是遗憾。同样的招式对一流格斗家来说是没有用的，要是你只有这招的话，对小女子可以说是毫无威胁哦。即使你的招式奏效，我们平常的旗袍露出度就已经够高了，所以一不小心被客人看到一点色色的地方，小女子可是完全不介意呢。哼，陷入了无计可施的绝境了，有没有？
来这次又是老娘的胜利了，你就我老娘做牛做马吧。操你妈个屁，竟敢把我的妆，从来没有人可以玷污我的妆。是你逼老娘使出绝招的，就怕你伤不起呀、啊。什么？明明已经挡下了攻击，却受到了伤害，怎么会？看你这老外完全不理解阴阳五行交错之奥妙呢，居然还傻傻的跑去挡老娘的绝招，真是蠢得给跪了。难道说这些攻击都是假的？主动去格挡的话，反而会出现破绽，导致中招吗？有点会跟头，只是知道归知道，你能够按耐得住自己的反射动作吗？准备再接招吧！一口气把你那墙壁一般厚的粉底连衣服一起打碎。麻蛋，人家的妆才没有比衣服厚呢。看到春兰的样子之后，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。这难道就是春兰的真面目吗？嘲笑我吗？还是想说我们村庄的坏话？你大老远跑来这里，难道就只是为了攻击我的村庄？给我住口！接招吧！啊！无法沟通。这天下间的女人果然都是不听人讲话。我承认你很能打，可是你已经快支持不住了。我们的比武结束了。不准可怜我！我跟你要死磕啊！看来没办法，只好用这一招了。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爱上你了。我不信，天下间的男人都爱来这套来忽悠女人，去死了！这样吧，我以后每天都来光顾，这样算平手好。你刚刚才说要环游世界找强者比武呢。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爱上你了。我不信，天下间的男人都爱来。
女人，去死了！你有什么值得可怜吗？我都被你打得光溜溜了，还装傻，去死吧！你少臭美了，谁管你长成怎样啊？你还想要羞辱我吗？肤浅的人才会总是留意那一双媚气的大眼睛。要是有人觉得你的大眼睛不好看的话，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与你无关。在我眼中，你是一个眼睛如同闪烁宝石般美丽的女性。心动拳！我宣布，这场战斗的胜利是属于陈少郎选手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女人啊，这都是因为你大意轻敌才犯下的错。是我赢了，认输吧。输就输吧，要我认输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要先给我结账。结账？我没有吃饭吧？关于这个，客官请稍等一下。麻烦请核对一下账单，这里有我们刚才战斗时打破的品项，分别是破碗360个、破碟720个、破锅240个，四舍五入含税总共是2769万8310元。根据我们的活动优惠，再多付100万元就可以多集到20点呢。集满100点的话，就可以换到限量版的情比金坚卫生纸套装，连牙刷一支呢。请问客官，你有停车吗？需要打单吗？那都是你自己打破的吧？我只是一直在格挡，怎么可能会是我打破的？哼，还不是因为客官你没有挡掉，才让气功打破我的餐具。难道你想要赖账吗？赖账可是要吃牢饭的。不过老娘可是菩萨心肠的人呢、要是你肉肠愿意在这里做牛做马20年的话，老娘也不是不能考虑饶了你啊。这比关进去吃牢饭的时间还要久吧。贪婪的女人，你说有肉肠对吧？好吧，那么我就只好肉肠了。